洋葱第二季西牛顿上架啦！输入折扣序号 onionman 2106可打李九折。我是你们，我就冲啦！疫情期间真的好无聊啊，哪里都没法去。看，下连北车都不能去啊。团伙也是啊。哇，听说旧左也是，都没什么人啊。等等，你们讲哪国中文啊？旧左、桃火、北车是三小，你们不能讲完是不是？你老 Coco， 现在社会大家都忙，年轻人都习字如金，节省时间啊。不说这些，好久没前唱了。想当年收钱，到处乱跑包厢，都遇到认识，真怀念。靠，收钱我还听得懂，前唱三小啦。还有安生野餐啊，疫情完一定要去，真怀念啊。还有澳打啊。想当年我去澳打，现在根本是遥不可及的梦啊！澳打三小啦，那今天谁要组？午餐时间快到了，懒觉啦，史密斯。哦，缩写太多了吗？就懒得组叫熊猫啦。妈的，谁听得懂？哎，现在只能叫熊猫跟乌蚁了，快闷死了！一个本的一年要省。好像你们叫永斗，我正在找永斗，没空叫，不用。来了。哎，大家午安，我串个门子啊。哦，苏西你来了，生快啊。生理送你新一喜啊。对了，介绍一下，他我捧呢，在他家做的蛋糕，请你们吃。好啦，我要回去准备口爆了，先掰了，咱们再电联啊。OK， 安姨啊，安姨啊。哎，你们小声一点好不好？我正在看 Harry Potter 哎。瓜皮手作家哎。别吵啦，哈利的引导真的超方便的哎。说哈利波特，你们知道里面谁最有主见吗？答案是伏地魔，因为他没有鼻子，不会被牵着鼻子走。哈哈哈哈哈，傻哎、欸！哈哈哈，好笑死！等一下，你们这也算哦？去，不冲，谢谢。靠背哦，算，那我就融入你们吧。我们来看 YT 吧，你们都看什么 YTB 呢 ？YTB 哦，上部啊，黑干啊，牧师啊，反男啊。皇宫啊，啊，京剧也不错啦。那你说，你都看什么？我吗？我都看《Onion Man》。